亮色那种快乐的美食世界。我们先来打卡这家位于1865年建造的建筑里的餐厅。整个餐厅是一座漂亮的玻璃房子，环境非常好。不是山了，这是小花园。看一下我们选的吧，看着很不错哟。给弟弟也试一下，带来的餐后才一样。喝杯咖啡，配上面包，看看窗外街景，不是建议。再去找找还有哪些别的好吃的。当地很有名的新式长沙爱煮饭。大家注意一下营业时间，市场里面有点像我们国内的大时代，顾客还挺多的。这里的食物有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都是宜家制品。我第一次看到鱼有那么多吃法哎。盐心三文鱼、三文鱼塔、烤鱼，又是凉拌鱼、鱼派。我感觉芬兰人把鱼吃了新鲜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在芬兰除了鱼以外，土豆也是人们常吃的一种食物。这里的甜品也很不错哦，看着很有食欲。那我们就来尝一下吧。这个黑蛋面包一般，这个鱼不好吃，感觉没有煮熟就很酸。还尝试了烤肉，味道还不错。三文鱼浓汤是最好吃的了，对这里与三文鱼土豆有关的菜都可以看来吃。芬兰的美食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美欧国之旅，带来一次的美味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